今天呢，我们来玩疫情标语接龙游戏，谁要是答不上来呢，谁就吃老干妈。可以，我是学霸，我先来。带病回村，不孝子孙。看我的，偷吃野味，病喘 C 位。还有我，防控疫情，你我有责。好，讲究卫生，预防疾病，提高全民健康素质，和谐社会，健康为本。早发现，早报告，早诊断，早隔离，早治疗。我什么我呀？赶紧吃，吃完淘汰。哼！哎，好辣呀！来，我先来。戴口罩，勤洗手，勤通风。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。武汉回来莫乱跑，传染肺炎不得了。不要吃野味，真主要到位。等等，我想想。老师，别想了，吃吧。就是啊，吃吧，吃就吃，谁怕谁？我淘汰了，你们继续。今年上门，明年上坟。蝙蝠炖汤，棺材反光。这什么这？吃吧。不比了，不比了，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